你站住！哎，你看他有成功一秒，你怎么倒了？好，我们先从上缆车开始。你就让我坐着吧。好，先休息一下，享受一下，回忆当时的感觉。没有，要把自己的删掉。我现在觉得很可怕。我真的摔超多次耶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下缆车，是不是？你要直接从下缆车开始吗？好，那我们缆车开始走喽，开始走。好。小铲子给你。哎，缆车好像坏掉，缆车推不动，缆车怎么推不动啊？八股推不动。好，我看一下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心情。对对对。哦，真的很可怕。那你可以脚先稍微踩在地上，然后再踩到板子上也可以。好，准备站起来。教练会扶，可以的。教练会扶着你的，没事。然后眼睛要看哪里？我们说的开车要看路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看前面，很好，没事，收起来。往前，成功，好可怕，很陡哎，算陡的，蛮陡的，当然心跳超快，这比消防员我去当消防员救火，我觉得还可怕。消防员任何异想天开挑战任何东西，我都觉得这最可怕。这只是下缆车哎，缆车好可怕，要再试一次吗？要再试一次，需要扶着你吗？你在不用，不用扶他，不用扶他。人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。你要克服你自己。你扶我。那我就扶这一段，然后我就放手。那你从这里往下滑。这里真的算陡耶。对啊，所以说学会这一段，其他缆车都不是太大问题。真的。因为很少会有这么陡的缆车。缆车不停，然后试着站起来，我会稍微扶着你，所以不要紧张。好，缆车不停啊。下缆车前很重要，就是确认你的板子是直的，不要让它歪掉。是的，是的。对，所以我就站直就对了。对，你就站直，身体抬高。嗯，好，然后看着前面哦，记得。可以的，你刚才超棒，可以的，你刚才超棒的。我现在想到我在日本的时候，那摔了好多次。你是没有想吗？我们要赶高铁。缆车为我停了好几次。你可以的，你刚才超棒。好，你一定可以办到的，加油！好，教练会扶你，教练会扶你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看前面，教练扶着你。来个，来个，成功了！好可怕！成功，很强哎，很可怕。好，那我们试着试一下啦。我要自己下，是不是？对，相信你可以的。后面教练会推他走。所以是缆车会推着你，不是我会推你哦。可以的，要记得看前面哦。哦，站直哦。对，哦耶，你可以的，要看前面啊，记得看前方。好，可以的，预备，站高，一加油，站高，给你，好，就站直。哎，你看他有成功一秒，你怎么倒了？是你自己坐下来，是我自己坐下来，是你自己坐下来。恐惧让你坐下了，不然你应该就直直的站下去了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2023人要面对恐惧，但不一定要战胜恐惧。我们打算先往下一关前进。